表情包模仿大赛开始。我把衣服变成红色，戴上红色头套，然后把自己捆在树上。我是猪猪侠表情包。你这个真没意思。我把我的脸涂成白色，在脖子上系一个蝴蝶结。我上车。我是汤姆猫表情包。你们这都没创意，臭脸火花。我是小雪表情包。黑魔王，你这是什么？我这是小雪的丑照。伙伴们，你们可别发弹幕告诉小雪啊，全都我锤自己。好疼啊。现在我是熊妹表情包。我们模仿的都是动画角色，你就模仿小雪、熊妹，真没意思。就是，我才不信呢。伙伴们，你们喜不喜欢我这个模仿？喜欢就发送一一，喜欢我的就发送22，喜欢我的就发送333吧。我宣布，这次表情包模仿赛的冠军是大宝。凭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喜欢看蜘蛛侠。哼，大宝，你敢不敢和我们再比一场？比就比，我才不怕呢。表情包模仿大赛第二轮开始，这次我先来。我戴王冠，穿绿色公主裙。我是杰瑞表情包，我变。我是汤姆猫表情包，终于到我了。我变正方形，我再把自己涂成黄色。我是海绵宝宝表情包，小雪，谁是冠军？我选大宝。我又是冠军。什么？为什么不选我？哼，黑魔王，你模仿我丑照，伙伴们都告诉我了，我才不会让你赢呢。那我呢？小贝，因为你和黑暗魔王都是猫和老鼠的表情，只有大宝很特别，是海绵宝宝，所以我选大宝。可恶可恶，我就知道这几个表情包。伙伴们，你们还有什么好看的表情包吗？快发送到评论区吧，我一定要拿一次冠军。